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蒋宇彦，我今天要讲一个笑话。有一个全国最富有的富人，请了一个全国最好的设计师来为自己建造一个陵墓。大富翁就问说，那现在盖得怎么样了？他说，差不多了，那还差什么呢？就只差你了，谢谢大家。